今天不用谈那么久，你们谈那么久，在今天、嗯、早上我一早就陪郭国文在市场，再来就陪着陈廷飞委员在市场。那、啊、等一下要跟林俊宪委员再到另外一个行程，那刚好中午的时间，我们廷飞委员来这里说休息，也看到几位议员，大家聊聊天。那刚好议长从外地也回来，就在你这里用个餐休息。那选举也到，我们总希望大家都能够为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主轴，就是护国保台、护国会保台湾这样一个选举的终极的目标，让我们的民主国会能够成为多数，让蔡英文总统能够连任。所以来这里跟我们的委员跟议员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，如何在最后的63天的过程里面同心协力一起加油，争取到最后的胜利。那谢谢议长的便当，让我们体力充足，谢谢。那有谈到蔡赖佩的选蔡赖佩的问题选举，我可谈的事情。标准的答案就是总统会在适当的时间推出最好的组合，那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共同的支持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